送了一个这个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哎呀，这次怎么搞了这么大包包的，这样不好用。小包小包分开的，哇，这个500克就一斤呢，就买这种的啊、哦。我这次他用大包的，大包的这样还要放在那里。以前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那样，我觉得更好用哈、哦。哦，这样要密封。这样还要密封啊？哦，他有个那，他有弄个夹子的，他有弄个夹子。对，还有这个汤勺。20几块钱啊，还有一个红包，我就领了一个红包买了，500克的啊、哦，都均领，就一斤了。我不知道它这么大包。好，大家一直想我杨姐用什么药，就是都均领了啊。还有戴生门心呢啊，我又买小紫药，我买。那今天开一箱多肉，这个是多肉啊。还是美女家里买的，有的人说，你怎么一直都是讲美女？因为都是他家里买的多肉啊，嗯。那这一段时间，买少了啊，因为我们都快进入夏天了，要控制了，可能平时还会忍不住还会买一两只。正常的，因为多肉的人你们都也知道，看见好的看见中意的还是会买，但不会那么兴奋了啊。这些都拿不出来了，还是美女节啊，都是这个，大家在那个某宝里面找就可以了啊。这里面买了12株啊，所以就刚好那一天，做福利，我刚好进去了，然后又下手抢了几株。主要就是三色堇呀、啊，三色堇我家里大家都知道我养得很好啊，但是看一下三色堇买回来我们怎么种，它还是最货的。这里面有带一点醉花的三色堇，还有小小的什么包那个，哇，这叫啥？纯白藜还是冰橙？就包在这个小包包里面啊。三色堇醉花很便宜啊，那天三色堇醉花一株3.8，我抢4株，一株3.8元。这个是吉娃娃3株18.8又买了。三色堇，这啥？这是啥？先拿出来啊，先看一下。吉娃娃有3株，这个应该纯白藜吧？纯白藜。三色堇4株了，没错了啊，4株。吉娃娃3株，一个都拿出来啊。还有诺伊美人，那天诺伊美人也抢2株啊，这个圆嘟嘟的，等一下给大家5块钱，就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又下单了，这个也是，这应该也是纯白藜还是什么，哇，我差点被我捏破了啊，大家看一下诺伊美人很像那个，等一下一些汤圆，哇，这汤圆我还没买。我觉得五洲这样的多肉可能不好度下，总共12株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2，五洲是不是？吉娃娃要3株吧？哎呀，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，
这个三色堇醉花。我都忍住好久都不买三色堇了，然后那天他搞福利，我又没忍住哈，又下单了。来看一下明年我这三色堇会长得怎么样啊？我家里的几盆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哎，最终还是没忍住又下单了啊！我准备用一个缺口盆给他种。它这里有醉花，都长到醉花去了。这个还有板子，哎呦，这整株都是注意啊。整株都是注意，其实很干了，明天都可以种了。大家也看看多肉买回来啊，不要一直怀疑要怎样种几天，就要看一下它本来盆土就这么干了，你看它的那个根也这么干了，你看它在路途中，还有它就是在大盆里面本身就没有淋雨的，有这样的多肉啊，比较容易护盆啊。如果你很水的啊，就不容易。来看，土这么干了、啊。吉娃娃又买三株，喜欢吉娃娃。嗯，我种的好多吉娃娃，有的被朋友拿走了。单株的、单头的，以前我种了很多，我现在又要再补充一些，用一个盆子、小盆盆种，给它种起来啊。吉娃娃。吉娃娃是三株18.8元，落英就喜欢这两株了啊，落英美人一株5元，我就想等一下就把它种起来了，这根修一下就可以了，这样子，你看看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小可爱的小门肉啊，我怎么用青花瓷种，两株种在一起，来看一下。看一下漂亮吗？这样子种啊，就买了这两株了，其他的这一株它用什么包的是啥东东？冰城可能18元，不是，这三株冰城买三株，这株是大眼睛，这个株是纯白梨。对了，大眼睛这株，大眼睛我以前有买过啊。刚才说了，这三株是冰城就是冰玉跟城门路的夹交，是不是？我也不懂，总之一看电脑都买了。这个是大眼睛，它本来还是双头的啊，包一些也断了，也断出来了。冰城比较贵呀、啊，那天也多少钱？不是大眼睛啊，3元，不能丢了啊，不能丢了啊！刚才说了啊，就是诺伊美人啊，跟那个圆嘟嘟的，跟汤圆一样的，大家看叶片，就这样的，让人着迷的啊！这花茎可以把它切掉。好，今天又开了一箱啊，总共64元，又买了这么一些多肉。啊，种进去，希望啊能够成为楼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啊！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拜拜。